Tong Nian, hey, come on. <笑>老大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<笑>哎，老大，大嫂都来了，要不然晚上一起吃饭吧？咱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不用了，我最近在减肥，你们去吃吧。啊？你傻呀？老大要带大嫂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啊？<笑>那我帮你把门带上。<笑>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待会儿就走了。 啊，行，那我们不打扰你们了啊，走了，我们撤了啊。<笑>关门一会儿，看你多尴尬。对了，那个箱子上面有一封信封，你记得拆开看哦。还有，记得想我。哎，还回来吗？不回来，我关门了。 我走了，拜拜。<笑><笑>